单单闹你，那没有闹别人啊。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闹别人，他闹了我。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我不是说了吗？真的没事儿。什么叫真的没事儿啊？电话里我都听到了，他们到底怎么你了？他们没有怎么我，他们，这就是我们这儿一个习俗，就是闹婚而已，什么都没有。大勋，没有？那你当时还喊救命，还骂人家流氓，我都听到了。我可以肯定，不像是闹着玩的。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不要再说这件事了，好吗？不说这个，我们就没有别的可以说了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揪着这件事不放呢？这事我们就别提了吧。为什么不能提啊？我就是好奇，想知道你们乡下人闹婚到底怎么个闹法。真的什么都没有，大勋。星云，我这几天也问了你，他们告诉我说乡下闹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你是我女朋友，我有权利知道。我就是想知道他们究竟对你做了什么，我不该知道吗？他们没有对我做什么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到底还想知道什么呀？我就想知道他们到底摸你哪儿了。为什么单单闹你，那没有闹别人啊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闹别人，他闹了我。我也想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你要一直逼问我呢，大师？那你告诉我好吧。我没有做什么。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呀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想这样。他们没有怎么样啊。说实话，行。大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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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。幸福啊，妈，我觉得幸运这样下去可不行，他现在还在那屋打电话嗷嗷哭呢，这以后日子可咋过呀？你还是想想你的日子怎么过吧。我能咋过呀？我该咋过咋过呗。主要还是他。等熬过这段时间吧，慢慢就好了。Thank you.